Today's words of wisdom, the story of a Taoist and a peach seller, will be presented in Formosan or Taiwanese and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ex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Urdu, and Turkish. Formosa, Taiwan, the Porto Album 的艺术系，李磊指导，为的环太平洋火山，也就是地动区的西边角。因为第三路的运动不断进行，形成岛上雄伟的高山、山峦、平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奇特的景观。差不多有18400多种野生生物住伫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者是特别绝种的生物。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的自然景观。我去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绵密的沙漠、美丽水墙、甲雕刻精油的寺庙，感动因的诚心，甲对内在天高知识以及开悟的心地渴望。青海不上书自阮福尔摩沙求读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知观见。2007年年初，青海不上书回应了世界会会员新地的渴望，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大约10000名的世界会会员以及贵宾，伫福尔摩沙欢庆第二年的旧历新年。即马邀请你聆听《青海无常书》，令人开悟的精彩开始。导师甲迷途的人，1994年5月29日，公在福尔摩沙西湖。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大家好，大家好。啊。还可以吗？我现在念故事给大家听。这是越南的故事啊，啊，幼乐的故事。好久好久以前，有一位那个道士，一说有一位修行的人呢，哎，道士了，这边那写道士，你知道道士是什么吗？啊，修道教呢，那些修行的人嘛，啊 ，OK。不过听说好像道教是比较有神通啊，佛教是比较有慈悲，天主教是比较有博爱，所以你们自己选呢，不然三个都修。好。那个道士啊，他修在一个很高山上面啊，平常修行的人啊，他就会修在那个山上面，就比较隔开那个啊人间啊，这样他们也许心情比较轻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平常这位道士他就住在那个山上那里的，不过有时候他也会那个假装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人啊。啊，也许化妆的啊，装胡须的啊，戴那个高帽的帽子，牛仔那个帽子啊，就跑到城市那边去闹事，大概就完了。嗯，有一次他假装变成一位那个草夫，很贫穷的草夫，然后他到一个大市场那边去找东西吃。他到那个大市场那边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位那个卖桃子。他就跟那个卖桃子的人说，对不起哈，拜托你，
我是目前很口渴了，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桃子吃一下解渴？我会非常感激你。那个卖桃子的人说：“你无聊呢，啊，这边就是人家买卖的地方，哪有人免费送给你啊？你开玩笑吗？去别的地方玩了、啊，跑到苗栗那边有免费的东西。他就一个也不给他。嗯，那个道士啊，在那边还是继续拜托他了，拜托，拜托嘛，你有慈悲心呐、啊。我真的修行的人没有钱呐、啊，哎。”你那么多那么多啊，上千的那个桃子在你的那个车子里面啊，你送给我一个算什么嘛？我是修行的人，那没钱没做生意嘛，你不是给我一个桃子好了。嗯嗯，你再想一想嘛，再不是给我一个。嗯，然后那个卖桃子的还是很硬，就说哎呀无聊了，告诉你啊，这边不是免费的地方啊，那个西湖那边啊什么东西都有。你如果要免费啊，跑到那边啊。后来这道士就没办法，就说好了，我唯一只有一块钱啊，那你卖不卖给我？因为我本来这块钱等一下还要去吃饭啊，还要去啊做什么的，就是现在我太口渴了，你好，那不然你卖给我一个桃子，嗯，然后那个卖桃子的人当然看到钱啊就 OK 了啊，就拿他那块钱，然后拿给他一块桃子，然后他吃了以后，那个桃子一吃，哇，一秒了就吞下去了，不见了，嗯，然后他在那边还是肚子饿了，或是很口渴很渴望，说，哎呀，拜托再给我一个好不好？他说。多一个的话多一块钱哦，啊，到时就是我已经跟你说过只有那一块钱而已啊，现在我还是很口渴了，用你桃子这么好，拜托给我一个嘛，再给我一个，嗯，他说不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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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那个人说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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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这样子在那边一个拜托，一个不给，一个不给，一个拜托，一个拜托，一个给，给给拜托了啊！他讲了越来越大声啊，好像吵起来的样子。一个是决定要拜托，一个是决定要不给，啊，就好吵起来。那大家那个在旁边的那个买菜或是去买卖的人啊，就好奇啊，就围起来很多，越来越多人啊。然后突然间那个道士他好像觉得比较不好意思了，啊，就说好了，我告别了。然后那个好像他有顺便呢、啊，带一个桃子跟他一起告别了啊，所以那个买卖的人就啊啊啊啊，你看你看你看啊，你要偷我的桃子，赶快还给我还给我，不然我叫警察。嗯，然后那个四周的人啊，到目前看到那个道士啊，衣服破破烂烂的，不是道士道士，哎，看到一个樵夫啊，贫穷的。看这个样子，然后快被那个卖桃子的人打了，他们就动那个慈悲心，他说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一块钱而已，我给他好了哈、啊，来来来来，哎，你拿去吃，这个我会给他，我替他付钱，哎，那个樵夫的道士说感谢感谢，拜拜下去啊，带着谢谢谢谢，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啊，嗯，他就吃了。吃完了以后，他就用那个桃子里面那个桃核啊，他就在那边念咒了，然后他就噗噗噗噗吐他的口水在那个核那个桃核上面了，啊，在那边画比较画手的啊，头晕手晕怎么了，然后把那个桃核啊埋在地下。哎，然后在那边有这比较话少，有的念的好一大堆的，嗯，没人懂他念什么。然后念了一阵子以后，他就跑进去那个旁边的那个一个饭馆啊，他就接他那个滚滚起来那个开水那一个那个开水壶了，很烫的，他拿进去，他说
让我接一下。阿爸就去拿那个烫的水啊，倒在那个刚才他埋下去那个桃核那个地方，倒下去，叫水，大概的倒卡拍起来。好，然后他在那边就是，你好我不好，你好你不好，你好我不好，好好好好，大家好，大家好，这样子。我又回去拿那个桃核，然后乱去，然后吐口水，然后叫那个开水，然后恐怕不灵。突然间，那一个从那个桃核那个地方啊，就冒出来一个桃树，对，冒出来了，本来就长那么大，就一苗腰就长那么大。等一下过一秒，我就长那么大，我长这么宽，啊，大家都在那边快昏倒了，眼睛都长那么大。比那个桃子还要大，然后突然间就从任何的那个树枝啊，就冒出来好多桃子，好多好多桃子。本来冒出来还小小的，一过来一刹那就变这么大，哦，过来一刹那就变那么红，大家都流口水在旁边哇，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每个人都在那边眼睛睁得很大，哇，好喜欢，好喜欢。然后就。那个道士就说：“哎，借给我一个稻子。”啊，他就拿那个稻子啊，砍砍砍树枝下来啊，借那个桃子啊，然后给大家分，给大家一人一个。哇，一人一两个都可以，很多很多啊，几千那个上千的那个桃子在他的树上面哦。然后大家一起吃吃吃吃吃吃吃的吃的，啊，吃的就好高兴快乐啊，然后吃完以后，他就用那个稻子把那一棵树砍下去，哎。然后他就走了，他走了好久，那个好远，那个大概到那个山下那边去了。然后那个卖桃子的人啊，才突然间觉得，哎，他看他那部车里面呢，都光了，那个桃子都不见了。原来那些给人家吃那些桃子啊，都是那个道士从车上拿下偷的，哎，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哎，那个时候他叫警察来不及了，那个道士他用他的神通飞走了，这个故事，我们越南啊，用来那个教训那些比较吝啬的人啊，比较没有慈悲心的人啊，比较贪心的人啊，认为。所有的他四周的东西是他的，哎，事实上都是天地的，都是佛菩萨的，我们都知道了，不过我们常常忘记，不是假装忘记，因为我们生出来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是不是？哎，而不是没有啊，又应该靠这个世界的食物才能够长那么高这么大，才能够有聪明度，才能够有力量，可以那个处理世界的事情。我们整个辈子很辛苦，很辛苦，工作的很多啊，好，哎呀，赚那么多钱，然后成立很多财产啊，是有财产哈。啊，后来我们走的时候，也是一个木箱而已，是吗？然后两米平方的地而已，不多，不过我们忘记啊，我们在生前的时候啊。哎，一直拿，一直拿，多少都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很辛苦工作，不过不是我们自己用啊，啊，有时候我们不择手段啊，任何的方式都用，不管他善良或是送恶的，为了要赚钱，啊，然后都是我们的，有时候亲戚啊，或是媳妇啊，或是什么孙子儿子啊，说起来的是我们的人啊，没有错。不过他们有时候也走他们的，是不是？他们从哪里来我们也不晓得，等一下到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然后那养了那整个家庭或是养我们的人也没有错，对，这个是我们的本分，应该养家人的，不过有时候不择手段为了他们，然后等一下业障都是我们一个人承担，因为他们无故啊，他们即使有分担一点业障，不过很小，我们那种凶恶的手段啊，我们自己要承担，等一下我们走了也是两米而已，两米地，
啊，这没有什么。如果这个世界的人啊，全部都了解这种世界的所有的财产都是上帝的，都是给大家分享的话，世界永久不会有战争。不要讲那么多了，比方说我们这块地啊，是师傅买的，本来买很小，只有这边了、后来又去买多一点，本来买给出家人住而已，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有五十个出家人来跟着，那个时候我们都没地的，然后才买这个房子嘛，还买这个地方给他们安顿下来，因为他们一直跟着我到处都流浪，人家也是好人家的，男孩子女孩子的，大学毕业什么都有的，然后跟着我又怎么样，跑到河边啊，怎么去这边去那边，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好稳定自己的地方，我就觉得很可怜他们啊。我是没关系啊，我是从喜马拉雅上跑来跑去习惯苦了，他们年轻啊还不懂啊，特别是台湾的人都比较富有啊，然后他们都是年轻的刚毕业的，什么都不懂啊，脸都白白嫩嫩的啊，晒太阳都痛啊然后喝河流的水就会有时候又喝不下去啊等等，所以才买这块给他们住啊。后来你们大家都硬心不硬心，什么都想来这边了。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那就帐篷而已，一人那个帐篷而已。不过现在比较好，因为很大的树，大家可以乘凉，也挡风一点。以前这边都没有，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想做什么，我们搭一个帐篷这样随便睡了。那我们还是住帐篷哦，我还有帐篷啊，一样跟以前一样。那以前师父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来看嘛，说不让他们来看了，说我们在这边修行打坐而已，没什么好玩啊，寺庙也没有啊，平常人家去看寺庙也没有，哎，那个哪一个寺庙盖比较漂亮，是不是？然后他们就那个旅行社啊，然后组织很大的 bus 带大家去那边看啊，那这边的有歌龙歌凤啊，然后啊大佛尊小佛尊，看得亮亮亮亮的，这边都没有啊。我觉得他们要来这边看什么，后来说好了好了，要看就来看了 啊就是来看，也没什么，逛来逛去无聊后来我就了解了，哎呀，原来你们想来看啊，不晓得看什么大概看山看水了啊，那我就尽量弄一个水河了啊，现在是有山有水了啊，最少有一些东西可以看山这个地方啊，本来我们也是买给出家人住而已嘛，哎，不过后来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想看了，我们又不能不分享了。同样啊，我们的财产呢、本来都是大家的，没有一个人是拥有什么他是人的东西，因为我们生出来本来没有了嘛，死了也不能带任何东西啊，所以最好我们在这个世界啊，常那个分享啊，多一个分享的人，少一个那个什么阿兵哥因为为什么有阿兵哥呢？就是因为要保护国家的财产，要保护国家的安宁。如果任何国家都一样，安平快乐足够的那个生活的必须要的基本，那没有一个国家去占别的国家了。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占别的国家？因为有时候是贪心，有时候那边不够人不够财产，所以要去开垦多的地多大市场啊，保护他们的那个人民。不过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说，我为了我的人民才去引起战争出来，那一天到晚会打架出来，是不是？然后会引起战争，我们世界才那么多苦难。有一些人呢，他们不相信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赚出来的钱呢、去救济别人。我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不相信的。我一个人吃不完了、师父是赚钱很多嘛，是不是啊？我们当然不能帮助整个世界了，不能每一样一样都帮。不过最少在台湾呢、哪一些团体比较没有钱呢、真正的帮助贫穷或是病人没有钱，我们也会默默送钱给他们。我们不能全部都送了，因为我们经济也有限，我们又不是强国的总统或是一万万万万的富翁的那种，是不是？
我们普通的啊，我们剩下的钱用不完，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兄弟姐妹。那最恳切的情况，我们才帮助。别的话，有别的国家或是别的组织帮助。我们不能整个世界帮助。不过，如果每一个团体、每一个人跟我们一样就行了，行了，行了，很简单，很简单。啊，大家都一起互相帮忙，我帮助这边，你帮助那一边，他帮助那一边，就没有贫穷的人，没有贫穷的人就不会有什么差别的主意，都是因为那个富贫啊差太远了，所以人家才有时候提出来那种强义气的那种精神，说哎，我会拿那些富有人的钱去送给那些比较贫穷的没东西吃的人啊，有一些人这样想。那我是有一些人其贪心就来说，哎，那个人太富有了，我们没有，他为什么要那么多钱？他用不完，我们去抢回来。从那些高低不平、富穷不平，才产生出来很多战乱、很多主义、很多不同的党派、很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然后战争，然后苦难。不然我们世界真的用不完呢。你们看好多人很富有，都钱用不完，连现在啊有很多所谓的贫穷的国家钱也用不完。不是整个世界都贫穷，不是我们世界不够用，就是有一些太富有，有一些太贫穷，而我们不懂得分享。然后像这个卖桃子的人啊，他是为了一个道士把他的桃子拿走，事实上会不会有这种东西？会不会有一个道士跑到那边去偷他的一个桃子，然后还全部偷出来吗？会不会？有啦 ，yes。这个也许有，也许没有。嗯，有没有这个不重要，这个里面的道理才重要。哎，有就是这样子，有一些人有神通，这个可以做啦，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个可以做，不是没有。有一些所谓的修行的人啊，他到那个等级啊，可以呼风唤雨、杀斗成兵，可以移山倒海，那个有了，没什么了不起。他要做，他就可以用神通变化，这样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就像魔术比较高级的魔术一样，所以用那个石头变成面包啊，那些还有一些有了。不过这个很稀有，你不是在街上随便碰到啊。所谓的那些修炼的很多，他们比较不显露出来。哎，事实上我们徒弟有好几个，台湾也有，大陆也有，国外也有。我去日本的时候，有一个气功的老师了，他先生也是气功老师，他是一个太太，也是懂了气功，他随便念咒可以变出来一杯水，那很简单啦，要变一杯水，然后要变别的也可以了。师父意思说，这种东西呀，不是古代的时候才有，现在也有。很简单，这个不难，不是不能发生的。所以刚才你们说 no 是不对，有啦，可以做，可以做。不过这个道理里面意思说，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道师来拿我们的财产走，不是变成空的，而是上帝。任何时候，我们听说有一个富有的人突然间垮倒了，突然间破产了，那一个就是那个道士他发脾气的，呵呵，大概他用神通把他的财产放到别的树上去了。呵呵，这种事情啊，不是我们每次能够知道的，不是每次都应该有一个道士在旁边比较画手，然后念咒念语给我们看得清楚。有时候它自然的无形中啊，它会变化出来。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自己本人啊也知道啊，有时候真的没有道理，突然间就亏本，突然间就输给人家，突然间就比方说你们做一些事情，然后被别人告你们啊，照那个道理来讲你们应该赢才对，那个人没有办法可以赢你们，没有办法拿到你们的钱，因为你们是很对的，叫法律方面那个什么道德方面什么都对，奇怪结果你们输了。昨天呢有一个记者，他想来这边看了看我们的地方嘛，我有带他到处去逛啊，他就说以前他刚来美国的时候
他是很辛苦了，把他那个工作职业都自己成立起来，好，没有错，然后他就好了啦，那他很好了。不过那个时候他也不是太知道什么道德的方面，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来想跟他工作，他有一个电视台嘛， TV station， 他还有一个电台 radio station， 好，那个人来就跟他夸，就说他有七个买什么某某某东西的店，不过他还想跟那个这个记者的那个记者那个工作，替他做那个电视台里面那个广告的方面，他会去跟他卖广告带回来。哎，你们知道电视台电视都靠那些广告的嘛，哎，才能够那个活起来，所以他那个人说哈，他会来替他工作卖广告等等。不是这个记者去找他，那个人去找那个记者，他说他已经很富有了，有几个店子都卖什么东西了。不过他也觉得那个人比较过奖啊，哪里有一个族人啊，都有几个店卖东西的店，然后怎么会来要跟他做工人呢？他觉得这个人太无聊太过奖了。不过他也不会批评什么，既然他要来工作，那好好，那让你去看看，合约书还没写，哎，说好你先来工作一两个月看看啊，行不行，然后我们再有一种试看的时间嘛。 OK， 那个人来，那个人要出去讲都带回来三个那个签约的那个广告。不过那些签约的广告都没有那个保证钱啊，银行都没保证等等，都没有说跟没有一样。阿伟就说好，有工作了啊，然后既然这样子，他还是拿钱给他，然后拿钱给他玩友，他把那些广告的经验嘛丢掉垃圾桶，他知道没用。不过他不好意思骂那个刚来的工人，他知道他夸太多了，然后他就跟大家合起来说，哎呀，这个人他太夸了，然后他拿起来三个经验都没保证呢，哎呀，叫他不要再来工作了，他就下台他。不过还是拿那个月的钱给他了，然后说下台了，你不要再来了。他就回去就告这个记者了，说随便下台他啊，怎么样要补助那个事业的钱等等啊，10000多块美金。哎，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劳动的部门，有没有啊，叫我们找工作给人家嘛。所以他跑到那个劳动那个工作部门讲，然后那个劳工都写信给那个电台啊，说叫他们确认他有没有跟他们那边工作等等，然后他们好像忘记没有回答那个劳工的部门或是什么的。后来这个人去告他，叫他赔他那个10000多块。他认为这个是没有道理，因为他是跟他试试看一阵子而已，而且他也赔钱，而且他没僭越什么，怎么能够输呢？结果输了。哎，奇怪，他不懂为什么输的，因为他根本没有骗他，就是那个人骗那个记者而已，结果那个记者输了。哎，就是因为他说你没有回答那个劳动的部门那一天，就这样子有那么借口，然后就会输给他，赔给他10000多块美金。他真的很无聊，他说到现在他还觉得好无聊。我说那个是有命啊，这个有时候不能说我们有没有理，我们看世界是满满这种不平的事情啊，有时候很凶恶的人啊，就怎么会那么得到很多富有很多事情呢？就是也许因为前世不是以前他做一些好事，不是不小心做好事，然后现在他应该得到他那个好事那个果报福报，哎，那有一些很善良的，不过受苦受难，也许因为他以前也不小心做到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呢，他应该忍受这个，等一阵子他也会好了。哎，事实上我们如果什么都不反应的话，就不像做人了。我们动一动反应的话会带来因果，有时候那个人对我们不好，如果我们又反过来对他不好的话，等一下因果我们又要承担了。本来是他开始的，不过我们如果对他不好的话，等一下我们也是一样有那种不好的因果。那个世界很烦啊，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魔王啊，他用这种自动的法律啊，英国的法律控制整个世界，控制整个人类和不同的那个动物的众生，不然的话这个世界没办法存在。他就是这样轮轮回回，因因果果，抱来抱去，这个样子才有那个气延下去。如果每个人都善良都很难，所以要
停这个因果，要停这个不好世界的那种气氛啊，我们是拒绝不要玩，我们是要做好的，我们任何的考验都通过。比方说魔王送给我们很多财产，这个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帮助我们，让我们贪心跑出来，让我们那种抓住执着的心啊更坚强，那我们就完了，然后就被锁在那边了。以后即使再回来当富有的人，也是一个富有的人而已，免不了生老病死，免不了那个仇恨，免不了那个敌人，免不了那个失望啊、困难啊、痛苦的时间。上次我有跟一位那个在台湾的很大的出名的饭店经理讲话，他也是饭店的那个主人的女儿了，他也是在里面有股份了，很富有了，那个是算台湾其中一个最好的、最出名的、最大的五颗星的。他们也讲他们痛苦的事情啊，家庭啊，有时候压力啊，意见不同；有时候社会压力啊，有时候他们工作压力啊，等等啊，种种的困难啊，不是有那么多钱、那么大的饭店，然后就很舒舒服服这样子过日子，不会。他们穿衣服当然看起来很高级、很漂亮，住的房子都很好，钱是很多。不过那个痛苦世界的痛苦，你没办法免了。还有他爸爸病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我们没办法救他等等。哎呀，都是很多事情。所以你们看啊，我们在世界，不管我们拥有多少，也是一个人而已，也是被生老病死控制，也是被那个因果绑住。所以最好我们活一个聪明的生活了，有不过没关系，没有也不管它，够用就行了。嗯，如果不够用，想办法去照顾自己的生活，或是把生活弄更简单。比方说以前我们有很多钱，我们就住很大的房子，现在我们生意比较小了，或是世界经济比较改变了，把大房子卖掉嘛，住个小一点房子，我是比较远一点地方，就偏僻，就没有那么贵。像以前师傅为什么买这个地方那么偏僻呢？建委这边很便宜，现在是比较贵一点，因为师傅来了以后，你们又来就让人家在这边看着好热闹，好有价值。以前那猴子也不想来这边住。我们来这边都没有人啊，那个时候水电什么都没有，知道吗？不是像现在啊，我们挖一个井啊，弄一个很大的那种水塔给几千人用都没有问题的。以前呢，一滴水也没有啊，所以很困难。这边然后树那些都是我们种的啊，然后外面那个大路和大马路都是因为你们来了以后才跨那么大，以前都是土路。对呀，我们来的时候啊，还是很落后啊。这边苗栗不是西湖这个地方，苗栗是很少人住，好像台湾旺季的那个角落。因为这边土也不能种很多东西，都是土都是那种黏黏的土啊，就可以用当那个砖头而已。所以你们从那个路边都看到很多那个山啊，都被那个摇下来当砖头，有没有？一摇这边一块，那边一块，有没有看到？也许久了以后就山不见了，因为他们一直摇啊，以前山更多，然后他们把它摇下来，弄那个砖头卖给那个全省了。哎，这边只能弄砖头而已，我是种那些什么没用的。所以你看这边有好几棵那很大的那个芒果树啊，芒果树是有啦，芒果是没有。有时候芒果是有了，不过长不大，它就长到这样而已。台风一刮的，把全部都吹光了，吹下去了。所以这边水果很小，种不到什么东西。啊，后山我们有龙眼还可以吃了，不过后山因为比较低，山比较低，四周都山很高，我把它盖起来，所以那个台风啊，没有把它们砍掉，不然这边都种不到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不是水果，而且我们倒好多水，刚种的时候，而且种的是全部那个泥巴，它的那个原来那个泥巴挖得好大了。我跟他们住家人讲，挖得好大好大，所以他们靠那些啊，不然的话，他如果种在这个真正的那个黏土啊，它没办法吸水啊，没办法发展了，太黏了。
他把那个气孔都把它塞住了，然后他会死了，所以我们这边照顾很多，那个树木才长那么大。师父刚来的时候，这边都什么都没有，都是草而已。他草的长这样那么高，上面种乱七八糟的，也是草的，没有树，没有，只有三棵芒果树那么大，没有芒果的那个芒果树。还有几棵什么柚子，这边可以种柚子，不过也要照顾很辛苦，所以就这样子了啊。那你们现在坐在树上这边都是一两年前种，它长那么快，因为我们把前棵树种下去嘛，这样这么高种，不是一两年它长那么快了，本来就这样这么大，嗯，一年五个月，一年六个月什么了，它长那么大，我们有神通哎。这边如果没种树，很热很热，啊，是不是？这个看起来像一个山林一样，也不错哈，很自然哈，哎，漂亮哈，哎。我换换口味也好，对不对？你看大家每个人在家都有一个物品嘛，来这边。没有物品也是换一个口味嘛。Last night, a journalist told me that he's a kind of an artist, you know, a writer, a poet. Yes. He wrote a love story and love poem, and he loves poetry and things, music and things, anything to do with love. Yeah. So he said to me, before he thought that the love between man and woman are the strongest. Nothing else is more sacred and more abiding and more relevant.To human being. But so he said, now he thinks this is not the strongest love. It's not the strongest thing. After he discovered the love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between us, stronger than any couple's relationship, stronger than even mother and father's love, anything. Yes. And so I asked him, how do you know? Well, you only know me recently, a few weeks now. He said, yes, that's enough.Because recently he mixed with you, right? He mixed with us, and then he talked a lot with me, and he talked a lot with you. And then he discovered that this is truly something that the human language can describe. Maybe because we are one. We are part of each other, you know? Each one of us is a part of the whole. That's why we like each other so much. Just like we protect our hands, we love our hands, or we love our eyes, because...They are part of us, right? Just like when we found each other, just like we found a part of ourselves. That's why we feel good and we don't feel like we want to part with it. Yes. But what to do? We have to work in this world. We have to work further to spread more of our love to other parts of ourselves that have not been connected. Yes. So we have to...Expand, you know, expand. Like instead of contracted together in Taiwan or in America, we expand and stretch it, you know. And then we can stretch all over the places so that we become more united and expanded, yes. And we find the part of ourselves that has been lost here and there and, you know, everywhere.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sometimes...We have to say so long. So long, but no goodbye. So long means only so long, and then I see you again.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感谢仁慈的观众做伙收看今日智慧之语节目，接下来请收看无上师电视台的艺术甲灵性节目，焦点上后马上为你播出。愿恁甲恁所爱的人永远平安甲富足。Thank you, good-hearted viewers.For being with us for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 journey through ascetic realms. Coming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have many days of lasting peace and prosperity.For more details,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